哎，充个电。嗨，刚忙完，不对，还没忙完，还在忙。赶回来开直播。嗨嗨，我把你同学拉上来。嗨嗨，大姐，早安呀，不对，晚安呀。嗨嗨嗨，近一点哈，肚子饿，头上长了一颗痘痘，好了，其实不止一颗，我要吃东西，好饿。嗨嗨，今天感觉人比较少，有吗？哦，没有，还是蛮多的，只是可能我刚刚没有滑到，有点热。你要开母皮吗？没关系的。痘痘，好饿，好累又好饿。最近都很忙碌 ，des， 忙碌 des， 哎呦，对啊，声音有点沙哑，微微沙哑。还没吃晚餐呢，好饿哦。不是阿里山剩下的，是 QQ 的。好吃的，这什么口味啊？酸甜草莓，蛮好吃的。我觉得这跟那个原味都还蛮好吃的。嗯，小黑白怎么睡觉啊？睡觉的小黑白。嗯，好不好吃的，怎么办呢？我好饿，我超饿的，碎掉巧克力派。对不起，让我吃一下东西。房间会有出去零食哦？没有啊，我是从外面拿进来的。嗯，乱乱掉，希望不要掉在地板上，不要来湿地板。嗨嗨，大家！哎呦，我们不可以浪费。它会碎掉，它会整个碎掉。嗨嗨，大家晚安。嗨嗨。鸭子上也有，对啊。这个超容易沾到的，不知道叫什么，但蛋黄派跟那个我都爱，区别超多。对啊，我只有跟蛋黄派我都喜欢，这两个我都爱。大爱，好饿哦！我怎么会这么饿呢？
不要浪费，我要倒回来。还有一个，等我吃完，拜托，我真的好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饿，我真的好饿，到底为什么，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饿？那还不是客家，是我们不能浪费任何一个食物，我们不能浪费食物。谢谢小轩的弹琴，太多饼干，对啊，好饿。对，临时暴风吸食器模式，中午吃太少。嗯，不知道，我就突然觉得好饿了。突然很想吃东西，这不是巧克力，这是花生的。点个晚餐，妈咪他们等一下会买回来。进食中，好饿，真的好饿，到底为什么这么饿？我的零食桌上还有零食，但我的饼干为什么是碎的？可恶！啊，我的饼干都是碎的。我的临时推车就在我旁边，所以很方便。哼。就旁边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推车是放，第一层是放什么乳液之类，第二层是放零食，第三层放杂物。不会口渴吗？我现在 只有肚子饿的感觉，可以放下食物啊，没关系，食物不能放下。好饿。没有推车就是那个啊，就是人家的三层置物的那种推车。晚餐还是零食，晚餐好像是吃火锅。三层，那第一层放乳液，第二层放零食，第三层放杂物。没有，没有，不是大家想的零食那种零食推车，就是一般的置物车，然后第二层放零食这样。没有，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公主早上起床。嗨嗨，晚安！躲推车旁边。哦，不是蛋糕推车啊，蛋糕推车那根本装不了什么东西。零食推车会定期补货吗？偶尔会。饮料不是，不是那种。三整都零食。瑞典家具店那种吗？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买的。反正就是家具店会有的那种三层推车。对啊，平常家也有放一台，也是一台放零食的车。
我这边没有形象在吃东西。有放泡面吗？有放春雨，就是那个那个网络上会卖的一包，会有很多种口味的那种即食包，然后还有味噌汤，那想放满满的。好了，先不要吃其他东西，留一点胃给等下的晚餐。好，谢谢大家让我吃完了饼干，我现在觉得非常满足，谢谢，谢谢。结果我布丁头长出来了。那是你哟。哎呀，加播有点久，对啊，没关系，我等一下再请妈咪拿进来。十分钟完事，对啊，我太饿了，我真的太饿了，对不起大家，不要饿到不中，谢谢，谢谢豆蔻的戳戳你。Yeah. 我今天想要用特效啊，看不到。哪里有小象？哦，哦，好啊，就这样吧，就折了头吧。嗨，大家，眼镜有点好看。大家都说我戴眼镜看起来很强耶。折了头，好棒，好棒的特效，直接让你们看不到痘痘。谢谢 Dragon 的啾啾你哦。小象可爱，谢谢 Dragon 的啾啾你。小象好可爱，不是莉莉好可爱吗？眼神有点疲惫，对啊，有点累。豆豆很好看的时候，可是今天长了一个大痘痘，而且我还没换那个，那叫什么痘痘贴。谢谢豆蔻的告白气球，谢谢。嗨嗨，大家晚安。谢谢红的星辰。嗨嗨。早安。不是早安，是晚安。晚安。好想大吃一顿。你全世界最可爱，谢谢。Cry baby， 对啊。谢谢四号的告白气球，谢谢。又有梦？怎么又有梦？谢谢冰车神的做你的喵，
有刚睡醒，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谢谢 Dragon 的真情告白，谢谢。娜娜前辈，好帅！彩星前辈要出写真集嘞，好像这两天还没，还行，微微沙哑。微微沙哑，写真集买起来，想买，谢谢林果的防疫熊抱，呀，可爱。谢谢林果的防疫熊抱，谢谢。买几本，一本吧。莉莉要去买吗？会买吧，应该会买一本。香，谢谢小 K 来啾啾你哦。我都很怕我手举起来就把它崩掉。谢谢，不是毕业哦。嗨嗨嗨嗨，大家，那前辈唱歌真的越来越厉害，嗨嗨，礼拜六日就要见面了，有没有都会来的？好像有开放现场购买，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来的话，还是可以来哦、喔。传说中那个戒指，哎，我还没看官方的影片，来看一下好了，来看一下。来看看，有我吗？影片没拍到脸。哎，这是我的手，对不对？这好像是我的手。你们怎么看手就知道是我？你们怎么看手就知道是我？头发啊、哦！我的青筋超明显呢，没手担当，谢谢。很明显啊，配上头发钻戒，没手担当，谢谢啦。那还是把它看完，虽然没有我，但还是把它看完。品格更可爱，噔噔噔噔噔噔，我们的防疫女神呢？快筛达人，快筛女神，是呀，好漂亮哦！绝哥娶我，绝哥娶我，你的手就蛮明显的。你说这样吗？一看就知道是莉莉的手，莉莉的手，莉莉莉莉莉莉莉的手。杰哥娶我，杰哥，
这个娶我。谢谢庄颖的啾啾你哦。Yeah. 我是不会娶你们，但他会娶我。他不会娶你们，但会娶我。你要先排队，没有啊？我比你们距离更近呢，哼。嗨嗨，大家。就他的听人听的是吗？你还在法后面？我可以承认我输给法法，但我不会承认我输给你们。排在排行哪了？大二下，我如果还在学的话，拼拼我和你同年呢、欸。我们同年、欸，同年吗？对啊，同年。我还立在这里笑死。哇，今天真的好累哦。但我今天一定要播满。不同年了，放轻松点播。那你会可能会看到我，就是会一直呛掉的状态，感觉得出来没电。对啊，没电，对啊，肚子饿，然后又觉得有点累。谢谢。好，茉莉跟浪客的红玫瑰，就是要开心。你那下一个播，没关系了。哒哒，那叫反感觉更快。没有，我今天没电了。高中同届哦，那感觉就童年了。因为我后来没有继续上大学了，就常常会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对啊。最近事情都蛮多的，微微累累，现在有点累，但你可以睡觉啊，可以睡觉啊，喝点东西没关系，提神饮料吗？蛮需要的一个鲨鱼胶，有啊，鲨鱼胶在旁边。鲨鱼胶，但没关系啊，我都已经没有刘海了，不能再把头发弄起来。还是你睡一下，不行，不能睡，起来嗨，不能睡。后来，あなたにとって大事な一言すぐそばにいるの。ただ小象还行一点。嗨嗨，大家，莉莉起来嗨，莉莉还不起来，怎么会这么累？你没关系。糖分提升，那我刚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了。嗨嗨，播点嗨歌。这首嗨吗？
也太累了。对啊，我也不知道什么这么累。现在好一点，我刚刚真的很想睡觉，一个瞬间。擦干净一点。你们知道什么都舍不得喝这个吗？因为这个一瓶都很贵。啊！我在日本的时候超喜欢喝这个的，有点奢侈。常温的好喝吗？现在不能喝冰的。幸福呀，好好喝，我喜欢喝这个。我在日本的时候看到贩卖机，我都会偷，因为觉得很好喝。啊，这个巧克力糖，他说惊呆了，它超贵。看到这款，但这个很好喝，我超喜欢的。它是那个、啊、优格口味的饮料。还像啤酒什么？什么味道？这是优格饮料，健酪吗？健酪，然后有加橘酪。哎，有应该有菊露吧，还是他没有菊露？哦，有野果不是菊露，要摇一摇才喝得到。对，乳酸饮料的味道。好吧，喝啤酒的表情，对啊，反正摇一摇就可以喝了。啊、哦，好好喝、哦！谢谢 CKU 的和你一起，谢谢。对啊，还有野果，喜欢。去日本天气冷的时候，也一定要一直投那个玉米汤。还好不会卡在洞口，应该有啦。我记得我之前喝这个时候都有。好好吃。我真的好爱这个，跟外面普通的一样，心情又比较好，心情会很好。一罐多少？忘了，60吗？还60，超贵。好喜欢啊！本来想喝热，就说玉米浓汤为什么是冰的？奇物，对啊，它超贵的，一个便当钱。玉米浓汤，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什么舍不得喝它了？我都觉得它可以，就是日本买没有这么贵，但它对很贵。所以我就是为了拍照才买它，5块一张卷，超贵。回家交野果，对啊，很好喝，嗯，对啊，又很可爱，天价，真的是天价，好像比多多量一样吧，自己写写，280，好少哦。
其实我快喝完了，我觉得有点空虚。现在赶快，还有一罐，还有一罐，我买了两罐。等下要被说有钱人了。那感觉你今天有回来，眼睛有比较有睁开，喝完会流还是丢？就丢掉了吧，而且它都撞凹了。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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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健酪加野果嘛，嗯，是没错，刚刚跟健酪的味道是不太一样。开心的感觉，对啊，可以啦，花75块换大家一个好的直播。观赏体验可以，啊，观赏体验有，喝了精神很好。ダイヤモンド。对啊，12秒，超好听的，真的很开心。对啊，我真的推荐你们去喝喝看，但它真的好贵哦。它真的很好喝。ナタテココ，我觉得图案超可爱的。那小男孩叫什么？不知道啊，伊藤园的。饮料广告，再开一罐太奢侈了。哎、欸，我还买了很多哎、欸，但我已经懒得拿，我也懒得把它拿出来。我还买那个美少女战士的那个饮料，虽然会提神，没有，只是因为我喜欢喝这个，所以我觉得喝的心情很好。所以我，两百多下是不是很少买？名字跟小象可爱，那是喉咙优怡这个吗？不是啦，这是乳酸饮料，不是喉咙优怡。喉咙优怡是酒哎、欸，这是乳酸饮料哎、欸，不要误解哦，这是乳酸饮料。我没有在直播上喝酒、哦，这是乳酸饮料，皆さん，不是喉咙优怡。伊藤园，伊藤園。我们在直播上喝酒，大家就是乳酸饮料，爸爸。对啊，它很好喝，真的还蛮好喝的。这个名字咖啡牛奶，但我没有，我不太敢喝咖啡。好了有力，不是好了有力。没有喝酒啦，差点喝到会消失。到时候公司又公告说，李佳丽将不参与合照会，先不要哎、欸。嗯，看起来茫茫的，看起来茫茫，只是因为我想睡觉，倒太大力了。你是 Cam 不是吹，没有，我只是有点累而已。当天中决定宿醉，什么东西啦？不是酒精饮料，你要不要乱造谣？到时候真的让公司以为我喝酒。日本应该包装也这种，对啊，他们的包装都很好拍照，就是都很精致。会增加那种效果吗？不会。好奇莉莉最近有没有买新的日拍衣服？有是有，但我都还没拍照，因为都没有出门，最近都在忙。对，都是穿运动装，但我买了2件新的艾迪达的上衣，可以跟你们分享。因为由于练那个 Luma 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我就买了两件新的。我买了两件新的，对，小背心。然后我跟你们说，我买那个，我买香香豆，买洗衣精，我买了多少？我买多少钱？等一下，你要等我一下，我现在有点转不过来。我买多少钱？两三千块的香香豆，跟洗衣球。芳草的有买，哦哟，对哦，还有那个啦，什么？我还买什么？哦，我还买了干燥剂，对，干燥剂，打算用整年了。没有啊，就这口味想买，那口味想买。你们看，一样的小背心的黑色，立马卡、啊、不是、欸，是我自己出，停在榜头。那用不了一整年呢，香香豆腐。对啊，书包发霉了，真的很夸张哎！我包包也都发霉了，然后去给人家送洗，然后再发霉再一次。香口味还是要好像要吃香味，应该没有送错，没有没有，谢谢。衣服保养成本好高，真的真的真的，我花了很多钱买衣服，然后再花很多钱保养衣服，什么送洗呀、啊，然后就是对，哎、欸、保养、欸、真的、欸、保养衣服成本怎么那么高、啊？我现在发现这件事情、欸，我现在发现这件事情、欸，就是我花了钱买了很多很贵的衣服，然后就是想要让它好好的保存，然后香香的，然后花了更多钱去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哎、欸。你们在吃，对啊，湿度可以到80%，到底是哈喽。到底是哈喽。湿度80%，到底是哈喽。好小件，对啊。帽子藏不人的，是不是还是会发霉？发现了。电子衣橱是什么？然后还买了一个短版的，但我这件这个买比较小件，应该还好吧？希望我可以穿，因为它只剩这个 size 而已，但它两件86折，所以我还是买。啊，机车，对啊，88。我顺便除个10好了，我现在觉得17有点重。我现在还好，现在64。整体舒适好了，不然太吵了。哦，有消毒功能的高科技衣柜，也太厉害了吧！以前家有这困扰吗？有啊，也是常常发霉。大象超得了癌，对。有的时候打开来就是88%，超高。而且你看啊、哦，我连化妆品的这一个，我都放这个。你看，它已经吸饱吸满，它原本应该是白色，它直接变透明哎，但我还没去领货，它好像到了，它直接吸好吸满。他人家说，可能可以用4到6个月吗？欸，我才用1个月2个月而已耶，他就已经吸好吸满了，很夸张欸，你看，很夸张，夸张，对啊，没有，这已经是那个嘞，这已经是。平常不会什么碰到水的化妆柜的，假设我如果没有再帮他除湿的话，可能会更可怕，超潮湿。那426是日本的426，你在台湾？哦，这不能重复利用。但我现在发现这重复利用的其实不好哎，因为台湾一直在下雨啊，
就是它没有晒干的一天，你知道吗？我挂在那边已经挂了大概已经一个月，它也没有干过，那不算海豚。龙宫重复利用，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晒不干。谢谢包子的啾啾你，我是海绵宝宝，耶、yeah ！对啊，只有出大太阳才会干。眉心除了可以微波加热储水，哦，这么酷哦！居然，谢谢包子的一封信。太阳吗？最近，有吗？可是有的时候也都是只出来一下下而已，一下下，然后就走了。谢谢包子的一封信，上班加油，拜拜。我都不太记得到底有没有太阳这件事，因为我都觉得怎么一直在下雨。嗯，这首刚听过了，《榴莲少年》。水桌单呢、欸，真香！栗子无脑，没关系，我不想挣扎了。很常下雨，真的。嘿嘿，嗯。等下我雷阵雨。上线上课快发霉了，看。好吧，在场的学生可能比较少。你觉得去线上课好还是去实体课好？但我没有上过线上课，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他的那个景是什么九份之类的，还是迪化街啊？嗯，少年，喜欢实体园聚会整个朝代的，喜欢线上课，上课前十分钟起床，大家都是这样吧？有些人要上课才起床吧？我没上过线上课。就是时间到了把电脑打开而已啊，但大家学东西实体比较有用，真的哦，是三峡哦，好多景哦，抢救地心，哎，抢救地心是哪一个啊？是哪一个乐园啊？饶河街，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认真看这个 MV， 不用提早起床，真的省事省钱还方便。不一定六块钱吗？不一定。哦，月眉哦，地堡，人山游街三省，哦。保安宫哦，先这里。你去啊，你也可以去试试，哈哈。要自己读。那我是虾，你确定你在不在？下午课堂有点可以回放快乐哦。这个结尾也不错。哦。观看次数蛮高的。我这是短版的，想听一下柯南的歌。你也是路上或者你是问的哦，酷哎！中间踩点，还是要认真上课啦。
Always give my love to you. 39のメルケト明明最了解人的身旁。好，我听切黄讲过，但对，但我没有认真看他们 MV 到底去哪里。小考可以团战，笑死。听自己的心，对啊，这几天好忙，今天要播两个半，我觉得我播不到两个半，怎么办？我觉得我播不到两个半哎。谢谢 Dragon 的告白气球，播到一半睡着。要说下礼拜不啊，我就不喜欢拖到下礼拜。没关系吧，不行，但我下礼拜要还更多债。我看一下下礼拜事情多不多。哎呦，今日是今日币，李佳丽。是铅笔，对啊，我时速应该超过很多吧。现在吃晚餐没有？没有，妈咪他们会准备。主要是我不止想睡觉。不只想睡觉，这就够了。谢谢丝毫救救你哦，耶！生理期，对。到目前吧。八个小时，下几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三六六七，七八，不行啊，三点五，但不够啊。哎呦，不行啊，我不可以这样子，我不行，我不能不认真工作。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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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耶，没事，可以的，转移注意力。对，不能怠惰。痛苦的脸哥，下一半。下礼拜才生日会吧？下礼拜才生日会，下礼拜才23哎，下礼拜才是30啊。よそ二人に気のばら、ゆらぎ風に思い出せて、腕立て伸の日の。嘿。下礼拜，谢谢幻影战士的神灯，耶！有劲，不要开地狱梗，但这地狱梗我居然看得懂。工作多钱人之常情，不行啊，这样大家会觉得我太废。
我一起一个老公，一起薪一起薪水小偷，不行，我是偶像，我不能当薪水小偷，我要认真认真跟大家聊天。Magiska Rock and Roll， 别有夸下海口吹的说说，好像有被背景，那这就跟我相违背啦。哎，装个没电了，充个电。你想要的我没有。在这里最想要什么电影吗？柯南电影。我废废的，但我就是一个全力以赴的人，然后怎么可以让大家看到我废废的样子呢？晃来晃去这两个，需要门框帮你打气，什么意思？我一下，在我们没有讲之前，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偷荧幕装反这件事情？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偷荧幕装反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去留言呢？血流成河。不寒而栗。没姐妹斗嘴，意外的我们很和平。然后就是好像工作人员没有发现，然后我们就把它装反了。重点是我们还装反了看电影，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几趴了？59%，还是好高哦。没有发现很不稳吗？没有啊，我们就没有觉得很奇怪，我只觉得这个怎么这么重啊，怎么这么难拉、啊？没有看完也没发现啊，我也知道看影片有人说装反，我才知道装反。不是啊，我们全程都没有人发现它是反的，一直到你们说有人装反，我们才发现，哎、欸，真的是装反的。好白痴哦，真的好白痴哦！谢谢。李彩杰超喜欢说跟我一样。那个应该是要勾的吧？你可以先放地上。哇，好聪明啊！天哪，这么高吗？没有，我们直到你们留言，我们才发现它是反的。放上去就拉不动了啦，那个超重，试试看嘛。反正还是可以，可以看啊。对啊，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直接扣上去，好重哦！
机是叫什么？坐在那个下面缝安全对啊，好强哦！怎么会这么强？哦，那个 step 上准备的，对。一点都不正。谢谢后影的爱心气球。好酷，好酷！以前都只有那个。啊！我看到这影片，我就想说，怎么可以有人装反，然后还这么开心？哎，这是我们装超久的。有人投影幕装法还不自知，然后都没有发现跟以前国小的投影幕的样子不太一样吗？怎么可以有人？好酷啊！再看一次，小心小心，耶，很重啊！哎，这样还是这样？拉钩够用没？突然真的哎，黑历史。说自己这么真的，而且这还是两个一起耍笨呢，还不是只有一个人呢。好酷啊！你上课？对啊，阿芳老师拉投影幕上课，你还可以装反，李佳丽，气死！哎，没有，我一定要为我平反一下。你看这样子装反的，才会这样子装反的才会是。才会，我会讲什么？这样装反的，如果遇到风，它才不会飘来飘去，它就会是平的。现在其实应该是要这样装才对，对不对？对不对？它应该装反，它底下才不会一直飘来飘去。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还有道理是不是？对对，那你们要赶快下去留言说不是这样子。你们不要，你们不要不反抗啊！是不对啊，下次还进得来吗？进不来。蛤蜊汤哦，那天的汤还不错哎，那个炖饭也超厉害的。你别急，假如有第二次你还这样，我就相信你。因为要丢手机也是效果，下次还要这样。对对对，我们为了不要让风这样子乱乱吹。我前几天在翻照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的染头发之后比较有偶像的感觉。我染了头发比较有偶像的感觉，就看你都会掰。当然遥か先へ。我还有那个，我还有回去翻典藏，然后我滑一滑都就是一边滑一边还说，原来我发过这一篇哦，原来我典藏了这么多。对，黑发时期。幼い頃のメモリー，我真的典藏超多的。
我现在的板上黑发时期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吧。このフレーズを君に、このメロディーは私に重なればハーモニー思い描いてる。You see, see you. 有那多少东西？那个不是好东西，那是黑历史。両手伸ばした始まりの歌がいつまでもこの胸なり響くように終わらない思いどこまでも。有危险吗？没有，感觉需要一些。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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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发时期黑历史，对啊，好久了。我这样染头发染多久了？二周年是什么时候？二周年是几年？2020吗？2020十月十号吗？那也两年了耶。2020，我真。染头发要两年了吗？有两年哦。可是我跟你们说，虽然这样讲不太好，可是我一直觉得我有染头发之后才有颜值在线。要两年，居然。这样之后不是欸，乌吼了。乌吼的时候欸。歌がいつまでもこの胸なり響くように止まらない思いどこまでも私たちだけの未来。那我们以前喜欢的是谁？旧版的李丽丽，现在是新版的李丽丽。手に届かないものがある、なのになぜ諦められないんだろう、心から今叫ぶんだ。硬要欸，硬要欸。对哦，2.5，2.5，现在2.5，牙套戴到一半。私たちだけの、もう話はしない。私たちだけのストーリー。響く始まりの歌。没有，没有震碎，我是震到把所有东西都震碎。如果，我问你们，如果 TP 唱那个哈基玛丽的话，你们觉得会是哪几个人唱？对，靠唱歌提升，强迫自己起床啊！不要这样问好了，就是 TP， 选几个唱一首歌，你们觉得要唱哪一首歌，跟会有谁？《始まりの歌》。怎样？我充了这么久，然后没有充进去，因为这个充电线好像只有一边可以充电。可哈也是会唱歌的啊。
叫他唱歌选吧。好，那你们觉得跳舞的七个跟唱歌的七个，跳舞的神七跟唱歌的神七，我们先来唱歌的神七。唱歌的神器跟跳舞的神器，跳舞风格有差，可是还是有，还是会有，虽然风格不一样，但还是可以的。是不是给你们难题了？圆脸神奇，圆脸有到七个吗？没有吧。圆脸有到七个吗？选七个还要排名？好，那不要神奇，你们就选七个，不要排名。毕竟风格不一样嘛。但我觉得唱歌比较好排，跳舞比较难排。因为跳舞风格不一样，差太多了。你先说你的名单，那我来看一下 TP 的 TP 的页面。第一名一定是嗡嗡嘛，唱歌，嗡嗡，然后嗡嗡以后不记排名，然后嗡嗡以后不记排名，嗡丽咪咪娜，我看一下。Mina、杰星、柏林、小晴，好难选。简迪，哦啊，好难哦！好难哦！怎么办？七个不够哎！汪丽迪。很难欸，对啊，很难欸，这到底怎么，这到底是要怎么学？
么选的超过？我刚想说，我还想讲爵哥，还想讲阿力，这怎么选的超过啊？这要怎么选啊？好难哦！跳舞的话呢？跳舞就是麻油易云嘛。麻油易云、小晴、林一、品涵、我，怎么只剩一个名额？我刚刚讲了谁？好，最后一个，好难选哦。什么出来欸？姐吧，谢谢帅哥们，救救你哦！大家，我想上个厕所，你们等我一下。然后你们可以想想看，两个的七个，分别七个，你们要选谁？我刚才突然发现，这真的太难了，这真的太难了。等我一下你啊，很快哦。哎，被那个被。什么记得洗手？请大家先回来，太迟了。但我知道今天吃什么了。今天吃火锅。
嗨嗨，看了一眼，但我没有带吃的回来，嘿嘿。谢谢志玲哥的告白气球。我没有去吃两口再回来，但我刚刚去看一眼，不是也买汤底。你家订饭火锅真的是我们家的订饭哎，好高，什么番茄锅底，我去看一眼。不过跟你们说，我很喜欢吃番茄锅这件事情，就像有人不喜欢吃牛奶锅，然后我就是超爱吃番茄锅。这礼拜吃几次火锅，还真的不知道哎，吃几次啊？我觉得午餐也吃小火锅，少哎，好像蛮常去吃，蛮常吃火锅的。谢谢欢迎战士带我飞，午餐还没吃，对，我想说赶快回来啊。番茄，我去一定会点番茄啊，番茄好喝哎。特别喜欢番茄的味道，我喜欢酸酸酸酸的那个汤底，喜欢。番茄牛肉面也还不错，我喜欢番茄入菜，但我不喜欢纯吃大番茄，也不喜欢小番茄啊。对，我就是喜欢番茄的味道，但我不喜欢它的口感跟没煮过的时候的味道。番茄罐是不是真的很好吃？酸酸的，我就是喜欢喝那个酸酸的，我觉得很棒。我不知道是不是很爱爱啊爱。我喜欢番茄海鲜汤，很好喝。对，就是要煮过的，生的没有很喜欢。像什么那个汉堡三明治我都不爱。谢谢欢迎男士，做你的喵。番茄汁不行，就一定要煮过，它要是咸的入菜才可以。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对，煮过的味道完全不一样。酸菜白肉锅可以哦。谢谢志玲哥，救救你哦。我还蛮喜欢番茄酱的。哎，王子果果怎么会突然现在开始讲话？突然出现，番茄牛肉面好吃，汉堡的番茄不行，小黄瓜也不行。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成块的也吃吗？我不吃番茄，我只吃它煮出来的味道。但我不会特别去夹它来吃，但我如果捞到它，我也不会把它挑掉的那种感觉。对，我不喜欢番茄原本的味道，样子还好，但我不喜欢它的味道。意大利会点红酱吗？会，就我可以接受它的味道，但我不可以接受它的太原始的状态，它需要加工过。小黄瓜我也不爱，而且我也不爱红萝卜，所以我的凉面每次都很空虚，不加小黄瓜，也不加。不加小黄瓜，不加红萝卜。茄子青鱼没有哎，没有吃过茄子青鱼。那提味的汤，对，喜欢浓在汤里的味道。对，我的凉面真的只有面，对，凉面没料，对，只剩两个面，我都这样吃啊。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对，就是有一个声味，我也不喜欢。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对，虽然这样分享可能不太优，但我想跟你们说，没酱的凉面不可能没酱啊！我跟你们说，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就是生理期跳 Loomer 真是太痛苦了。好了，我分享完了。嗯，好，分享完了。对，我的舞蹈名单有啊，我刚念完啦。我刚念完啦，我刚开完名单嘞。我跟你说，那根本就是多重，就是对。跟你说，这真的是会很想原地过世的那种。而且就是因为那时候身体就很虚嘛，然后再加上 Loomer 是一个高强度的舞蹈，然后你跳完是真的是会趴在地上那种。哦，那个那时候选拔影片出来的时候，我不是有拉着口罩很痛苦的时候吗？我那时候就是生理期，再加上就是我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可能季节的关系，我就有点呼吸不到空气，然后我又身体在不太舒服，然后又跳 Loomer， 然后我就是整个人处在一个我已经快不行了，我很想举手跟他说老师我真的不行，我真的需要去旁边坐一下，但我是把它撑完了，大哥我觉得那真的太可怕，对，很想躺平。对，不是纯粹没，不是纯粹的体力不够还是什么之类，是各种多种的累加在一起，就觉得真的不行。而且就是我拉口罩的那一天，我真的跳到后面很痛苦，然后就是有点脸色苍白，然后亲戚还走过来问我说李佳丽你好吗，我说不太好，我觉得我快不行。还是不要太担心，不是很痛苦。但就是，对，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战士，大家都很厉害，撑完它。其实各位懂得休息跳舞跟冰，对啊，不一样，吸不到气，倒也就是对啦，那时候就是各种种种的加起来就不太舒服，但我觉得那天比今天更不舒服。对，你看出窍的特效。对啊，戴口罩那个真的是太辛苦了，所以前辈们真的厉害，佩服。保重身体，会的，大家也要保重身体。噔噔噔，再跳个戴口罩，不会不会，该做的训练，谢谢婆婆救救你哦。Yeah. 我看到那个小飞象的帽子不见，就代表有礼物了，这样我就不会错过礼物了。最温暖的心房，偶尔也会下起狂风暴雨，模糊你眼眶，别怕慌，就算一切不曾如你所想，向前奔跑，别回望。一个半，还没两个半，我还有一个小时。我说保护城市一回复，笑死。人生它，
可以把时速够了，不够啊，哪里够？不够吧？3.5、3.7、7.5。谢谢卤肉饭的啾啾你哦，耶、yeah ！什么星座？天蝎座。谢谢卤肉饭的啾啾你，休息，有休息啊，额头嗨嗨嗨嗨。还好，我现在已经比较好很多了。对，刚刚，对，刚刚不太好，现在好一点点。一直坐的椅子是哪里买？也想买椅子。哎，我不知道哎，这是奶奶很久以前买的，这我小时候就有了，可是好像是国外的。谢谢睡客们的一封信。你小时候因为来一定会超过。怪怪的，对啊，但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是哪里买的。复古风，复古风，国外，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外啊，但我也不知道，我出生就有，所以我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谢谢阿克亚的告白气球，会遇上你会超过，难道真的是欧洲城堡？没那么夸张。看起来的时候应该不便宜，不便宜。外面的那套沙发比较贵。这些方法都不在意。这个好像也是跟沙发一跟沙发跟餐桌一起买的，一套的。电房之力应该多少？那再播一下下，起码凑两个小时，不要差这么多。对啊，椅子都是整套的，奶奶买的吗？对啊，我像我的椅子会一直坏掉。对啊，蛮久，因为它全部都是那个啊，它全部都是实木的，这全部都是实木的。怎么办啊？太久了啦，那个四小时太久了，是不是古董？应该不是古董，国宝大师，我还真的不知道哎。看起来蛮新的，因为过年的时候都会清，但其实这有些有点清不太干净，因为它是很多细缝。天空飞翔，尽情的规划要到什么地方，看看那许久的向往。一个月，你想一个月直播多久？我想开的时候再开。我想聊天的时候再聊天。但就是我不会，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有点可能比较有规定时间嘛，然后可能我什么上有工作还没结束，我就要赶那个时间回到家，然后就会晚播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比较希望就是很想要自己可以想播的时候就打开手机这样播。就它不是一个硬性规定的时间吗？对，现在比较自私，但就是常常来不及。
黑李磊的，对啊。就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弹性一点，就是可能我刚好有话题，或者是跟前发生什么事，想要马上跟大家分享的话，也比较好分享。无牵无挂，远沙一旁。Yeah. 可不懂我怎么还一样。可能跟到，对啊，是没错。不过这样也好了，就定期跟大家聊天了。这希望，耶，什么耶？鸟儿盼鸟，盼山绵绵，俯瞰人世扰攘，羡慕惊讶，笑是多么棒。这无关翅膀的倔强，做着我一丝不安。谢谢小树的课本，救救你哦！耶！每道步伐，让梦想陪我们去闯，让梦想陪我们去闯。要不要先念榜？啊，但还没两个哎。可以，我现在比较好一点。我没有刚刚那么痛苦了，我没有刚刚那么痛苦了，现在好一点。我们可以聊天呢，虽然我现在脑中有点没有，有点空白。我看看。そんな今日に手放しにしまった。啊，我跟你们分享。我抖蹦前几天还是上礼拜，我抽到娜娜桑新型病毒的五星，快称赞我，好开心。开心一发入魂呢，哦没有一发入魂啦，就是抽一次十抽。抖蹦抖蹦下面这边好开心。忘れてやるさバカバカしいだろう。啊，我有去跟某某的那个某某灯箱拍照，我还没发哎，庆祝哦，对，庆祝好，我已经看了，不要看了。猫に何なんだよな君は，不是单抽啦，是十抽，十抽一张五星。然后还有叶里桑的三星，也是就是舞台照片的版本。要吃个大餐。Yeah. 没有单抽五星啊，哦，不是推着吃哎。不是推的词，是一周年 live 的空的限定，然后它就是很多所有成员都有，就是那一次有参加16个成员都有的卡池。对，哦没有啦，推词不是推啊，没有，不是推词，就是一周年限定的 live 的16个人的卡池。超，对啊，而且我还抽到新型病毒，超棒哎，超开心！新型病毒，跟娜娜前辈一起跳新型病毒，而且抖蹦，哎，还是什么？
不是跟我们的空离超近吗？跟我们三周年空离超近。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跳星星的那个。哦，好好好，谢谢。对，限定师。されてほしい。大家买那个谁写的了吧？我真的想叫那个高圆圆跟张发发原地结婚哎、欸！他们怎么这么好看呢、啊？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可以原地结婚吗？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い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いねあれ転んで。那么多人来说该庆祝了吧？真的。最近抽卡都是保底还人生。抽什么卡？抽什么卡保底？有人上了布尔盖西装吗？没有，他们这样子也可以。原地结婚，把这什么结婚？法爵赶快结婚好不好？法爵赶快结婚！我真的是好喜欢他们好可爱哦。你们喜欢吃什么冰呢、啊？你们喜欢吃冰棒，还是喜欢吃双奇灵，还是喜欢吃搓冰，还是喜欢吃雪花冰，还是喜欢吃优格冰？你们喜欢哪一种？两个小孩。对啊，他们真的好可爱哦！盛大的婚礼，结婚就没爱被分为一直不懂什么意思？双奇灵 ，Kento， 雪花冰，双奇灵，雪花冰。雪花冰蛮有人气的，我喜欢双奇灵跟优格冰，雪糕也不错。为啥这提问这时候问大家？没有，因为我刚刚看到我前几天吃优格冰。どこかで会えたら今日のことを笑ってくれるかな理由もちゃんと話せないけ有吗我刚没说优格冰吗没有就是很多冰的种类就是对类举有串冰派我妈是串冰派的器用なとこも全部嫌いじゃないの雪花冰大家都喜欢雪花冰但如果雪花冰跟串冰我比较喜欢雪花冰我有点没有那么喜欢吃清冰谢谢中银的钟情玫瑰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吃清冰对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那么冰的东西就是对我喝饮料什么之类我都是叫去冰然后或者是常温或者是温的或者是热的我很少叫有冰对啊优格冰对没错蛮多家的吧不一定是信义威秀那一家香蕉冰没吃过耶雪糕也不错，对啊，串冰的料我就不麻烦，但我串冰跟豆花，就是串冰店一定都会卖豆花嘛，然后我觉得选择点豆花，我不一定会选择点串冰，因为我对冰没有那么热爱，就是清冰，我就喜欢吃有味道，就是什么优格冰啊那种，我觉得那种冰的不会冰到头痛，但是串冰超容易冰到头痛。看起来很累，对啊，蛮累的。雪花冰有味道，对啊，
白色的新兵哦，优格冰，嗯，我要怎么解释？你上网 Google 优格冰，它就是吃起来有优格的味道。生日，金兵不觉得在吃冰水，就我就觉得像在吃冰块啊，所以我还好。45分，现在已经1小时45分。我等一下再过2-3分钟再来念吧，你们会开始打内容。所以我上次跟面面去了哪一家？对不起，对不起，我也在打哈欠，对不起。对不起，我也在打哈欠。起床。对，我上次跟面面去了哪一家？喜欢陆地冰好像关起来了耶。起床，起来，现在才9点半。哩哩哩，起床，你不要再睡了。起床，好像关了。人家可爱不可爱？我没有认真工作，我在打哈欠。嗯，吃饱饭再休息。为什么今天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累？今天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累？我每次看大家截图出来的精华，我都觉得我好丑。我都觉得我看起来没精神，可恶！我们还是有货，很难说。声音还是好听，有好反差。对，各种因素。比较疲倦，对啊，就是觉得身体没什么力。截图不够努力，没有没有，是我看起来太累了。李丽丽起床，起床。啊啊啊！啊啊大家可以先打内容了哈，可是我还是没有播到2:30呢，怎么办？家族旅游去露营吗？没有哎、欸。我要起床看看。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好忙哦。忙爆！完蛋，我开始魔镜熊了。那呢？开始播没有？开始休息一下，没关系，没关系。好，你想让我们也能继续休息。那我没有陪你们到，没有陪你们到去吃饭休息，但我没有陪你们，但我没有陪你们。
다음 옆에님은 다음 옆에님은 又是两天天黑，对啊，又是两天大家来找我哎，都陪那么久。面板，对啊，有合照会啊，可是就没有陪你们啊。我们身体舒服就这样，大家不要这么贴心了。两天都陪你这么好，合照会再聊吧，好呢。无眠，好听的无眠。合照会礼拜天要穿什么服装呢？哎 ，IG 不是有我的那个吗？粉丝们帮我做的那个 IG 吗？可以去那边看看，那么有整理。对你的思念。J.K. 这样会不会 J.K. 有卖完？那结果公主装没卖完。我已经爱对你的心肝内，是不是还有我的存在？永远拢在等，有时阵嘛会不甘愿，小姑袂做花杯，只剩了一个美丽的所在。总甲你扛做伙，学生服去找你，但不是高中制服啊！好啊，好呀！遐尼长，照着阮规暝拢咧当困，亲像滴滴回忆。好像说还都还有，对呀、啊，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找我。好啦，我来念个榜吧。不听了。穿着生日给你拍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我想以我的情爱，心肝内是不是还有我的存在？那我要念榜喽，可以吗，大家？小姑要做花杯，去寻找一个美丽的所在，所有的一切，拢想甲你放做伙，希望你会当了解。我有时间，我做目屎，我做希望来忍耐。念榜。第一名是林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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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怎么没有打内容？那我等等再回来看。谢谢第一名的林果，谢谢，谢谢第一名的林果，谢谢，耶、yeah。第二名是数学课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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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筛吗？哦，对啊，这次合照会，大家如果就是可以快筛的话，就是也可以
快筛，然后 hash 就是跟我们说你们有快筛哦，对，我们一起附上阴性证明。没有，不是硬性的、啊。如果可是大家如果可以快筛再来的话，会更好。谢谢数学课本，谢谢第二名的数学课本，耶，谢谢。第三名是豆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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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数学课本，祝期末考成功，生日快乐，然后祝大家。嗯，等等说好，我会早点睡的。谢谢第三名的豆科，你要早点睡哦，耶、yeah. 嗯！谢谢第三名的豆科，谢谢。第四名是 Dragon， 谢谢 Dragon。对了，今天真的有雷到那里，吃火锅啦！会，我会赶快吃一吃，赶快休息的。谢谢第四名的 Dragon， 谢谢，谢谢 Dragon。第五名是思豪，谢谢思豪，我想你，呵呵，好哟，笑死你，都自己说。好，谢谢。这周开始当起，这周哇，还好不当。刚刚有人在，我从以前误会到现在，笑死。哇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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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思豪，谢谢第五名的思豪，谢谢。第六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没有内容，小鼠，好，我会赶快去吃饭。谢谢第六名的幻影战士，谢谢。第七名是阿 Kira， 谢谢阿 Kira。真的会不会吃到睡着？不会，不会，不会吃到睡着啦，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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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睡着。我不，我没有，我没有，我跟小婴儿不一样，小婴儿会吃一吃这样，我不会，我以为我会顶多直接睡着不吃而已，我不会吃到睡着。谢谢 Akira， 谢谢第七名的 Akira。 第八名是志玲哥，谢谢志玲哥。当满好干净的人，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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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谢谢第八名的志玲哥，谢谢。第九名是钟颖，谢谢钟颖。直播情况等等，有什么 pose 可以让我参考？我觉得一定要拍的就是爱心吧，感觉爱心一定要有，不能缺，爱心不能缺。谢谢第九名的钟颖，谢谢，谢谢钟颖。第十名是包子，谢谢包子，包子工作辛苦了，上班加油哟，谢谢包子，谢谢第十名的包子，谢谢。第十一名是泡泡，谢谢泡泡。再有人去玩，怎么这么快就完结？怎么这么快就完结？要多打一点呢。谢谢第十一名的泡泡，谢谢，谢谢泡泡，谢谢第十一名的泡泡。第十二名是宇哲，谢谢宇哲，谢谢第十二名的宇哲，谢谢。宇哲没有更新内容哎。谢谢第十二名的宇哲。第十三名是卢老范，对，直接从这边打，没错。然后点人家合照会，合照会能逼什么姿势吗？爱心啊，到底是多爱心？我们可以一起可爱爱心，可爱爱心。谢谢卤肉饭，好期待合照会哦！谢谢第十三名的卤肉饭，谢谢，谢谢卤肉饭，谢谢。第十四名是 CKU。你点错人，其实这里是第十七名，没有，我刚才有先看了一眼，是第十四名，对，你没有骗到我 CKU。 谢谢第十四名的 CKU， 谢谢。而且你如果真的第十七名的话，你就不会改字界了，是不是太聪明了？谢谢第十四名的 CKU， 谢谢。第十五名是博成，谢谢博成。我也期待见到你们哦。谢谢第十五名的波川，谢谢。
第十六名是小薰，谢谢小薰。永恒型太瘦吧，就感觉好像什么那个钢弹还是什么。谢谢愚者的告白气球，谢谢。一起一条线，一起一条线。心的选择成绩。好，我要回去念榜音。回忆。要等一下，点开就删掉。原来有一次，你要还跑上去吃火锅。好，我会赶快去吃火锅的，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大家，我们礼拜六日见，久违的又可以再见面了，耶、好啦，要说拜拜呀，拜拜，爸爸，六日见啦，耶、哎，按到了。拜拜。